王老师是中央八团的那个编舞老师，这个在国内是水平是相当高的。你在国内这个舞蹈学校都请到我们中央八团的老师来指导的，就是机会很难得。在这里，我首先代表中国文化中心感谢王老师给我们这儿做了个普及教育。老师这次写的这个就曲目啊，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中国曲目，你们知道叫什么吗？这个曲目是《黄河》。黄河那个是我们那个发源于中国那个中原地区，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，那个表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就是自强不息、不屈不挠的那个生生息息的一个精神，所以我们那个中华民族都叫炎黄子孙，就发源于这个黄河这个中原地区。我们海外这个中华民族吧，那个也移民到这儿，那个就是代表我们一个中华那个民族那个就是一个。在这里的一个代表吧，一个多元文化的代表。所以说，以后我们如果用这个首曲子来跳这首这个舞蹈的话，代表我们那个中那个就是华人社区来参加多元文化的演出，我觉得这个曲子选的是相当对的，也非常棒。